我们继续来讲 C sharp 的这个内核对象了。我们前面稍微简单介绍了一下内核对象的这个含义，因为我们如果不分门别类的话，要把这个现实中的这个事物啊都映射到计算机里面的话，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所以我们为了简单的把它那个映射到，就是映射到这个计算机里面，那我们采用了这个内核对象，就是跟现实中就是很方便的对应起来。就是我们要做个公司的管理，那我们对于公司这个对象，那我们在这个文件里面写的也是就是 class company， 对吧？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在理解这个代码，看到这个代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自己在管理现实生活中的什么样的这个事物，然后这个类的定义，前面有一个 access modifier， 跟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函数啊或者方法里面的写法是一样的。写法是一样的，他们这个含义也是一样的，它有 public、private、protected 的几种。关于这几种呢，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一下，我们这每一个写的一个 class 呢，就写到一个文件里面。这一个文件里面的话，这一个文件里面，在我们这个计算机系统里面的这个某个文件的话，它应该在某个目录下面。这个目录是我们对现实中这个分类，也是现实中的一种分类。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在同一个目录下面的话，我们这个对 class 的修饰的话，这 class 之间相互是可以调用的，就是如果是不在一个目录下的，我们通常也可以调用，对不对？那我们只能调用对方写的是 public 的这些那些 class， 对于这个方法的话，也只能调用这个 public 的这样的一些方法。然后后面我们讲了继承以后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在继承的条件下呢，它可以调用这个 protect 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和类，方法和类，就这么一个过程。这里面的理解的话，这个简单理解的话，这个 public 是公有的，大家都可以调用 ；private 是私有的，只有自己所在的这个目录或者是所在的类里边的方法可以调用。然后 protect 是可以继承的，那就是自己的孩子可以调用，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个想法，因为这个 protected 的它是基于这个 public 和这个 private 之间的private 之间的，如果是继承的话，你可以调用这个，就是调用 protect 的话，这是 protect 它就相当于是这种 public 的这个属性，就这么一个。但是别人又不可以调用，它这个 protected 的话，它又有点像这个 private 的属性。就是在外部调用的时候呢，它就是 private 的，这里面当然说这个理论上讲解的话，它可能如果大家没有明白，可以反复理解听听我讲的这个东西，然后在实际的这个大家这个开发过程中呢，因为你每天都会看到大量的这样的一些例子，所以慢慢的你都会理解，如果你实在是就是没法去区分这些东西的话，那我们都写成 public， 那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可以调用的。因为有些地方你写成 private 以后啊，如果你不清楚这个含义，或者说，就是它这个 private 和 protected 也是因应这个现实中的一些这个需求来定义的，需求来定义的，所以它就会存在这样的一些，就是从安全和保护角度写的这个就是访问修饰符，就是访问限制嘛，其实就是限制符，这个叫限制符可能更贴切一点。然后这个，所以我们公开的话，那都是可以调用这个 chello 这个 Python， 以后不管哪个类溜了以后，它都可以调它的 chello 方法，chello 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用的，所以就定义成 public。这个 class 也是，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用的，就是不管在哪个包里面，哪个目录下写的这个 class 文件都是可以去用的，所以都写成 public。定义这个。人这个类，他有名字有年龄然后有 C hello 这个方法，然后我们看怎么用啊。这里不用看他写的是 Java 的，其实我刚才前面讲过 Java C sharp 它这个写法基本上是C 加加它的写法基本上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定义了一个类，我们需要把它实例化，定义这个类，然后我们把它编译以后呢，就变成了磁盘上的可执行文件。磁盘上的可执行文件，这个 new 呢，相当于是，就是把它
就是把这个类拉到内层里面。如果程序执行的时候从 main 函数开始，这个 main 函数以后我们会讲，从 main 函数开始就是去溜一些类，然后溜一些类，这个类的话再溜一些类，那这个这么一个过程，然后碰到这个需要溜的这个地方，它就会把这个类，就是给扩展到从磁盘拉到这个内存里面，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这个赋具体的值。以前它是一个抽象的，我们定一个这个属性，定一个变量，因为它没有在内存里面占用一块具体的空间，所以它其实是还不存在，这是一个定义啊，这是一个定义，所以现在我们需要把它溜了以后呢，就是实例化，这个叫，所以说叫实例化。实例化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类，就是放到内存里面，给它这个属性赋上具体的值，然后去调用它的方法，对不对？就是只有我们在把它从吃饭空间拉到内存里面，用了这个六以后，对吧？它才可以去给它的属性赋具体的值，然后去调用具体的方法。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了，就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这个类的封装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它有这些这个 public、private 的和 protected 的，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关键字这个对初学者的话，可能是这种比较难以理解，比较难以理解，就是所以也不用强制大家都理解这些东西，我们能理解到 public、private 这些 protected 的。你看它是 public 的话，它是可以被任何代码访问；private 的话是在类的内部被访问；受保护的话是在类的内部和 Python 内中被访问。这里的所谓的访问是被访问的意思啊。然后 internal 的话是内部的，它是可以在同一程序集内的任何代码访问。也就是说，它类似于这种 public 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同一程序集呢？就是指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建工程，建工程的话有，就是指同一个工程里面，同一个工程里面，我们有时候会可以做一些这个，就是内库，就是比如说读写数据库啊，做一些方法，把它放到这一个单独的这个叫 library 里面。library 里面的话，如果说你用的是 internal 的话，不是用 public 的话，你可能就不能被其他的这个系统所访问，所以说这样做 library 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做 library 就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个里面，如果你想一个就是方法，对吧？你想一个类或者它的方法，只能被自己这个程序集里面，就不是以库的形式，对吧？或者就是这个库它自己内部能访问，不能被外部公开访问，那这个就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它定义成 internal，这个时候就有一些意义，能够控制这个我们做的这个类或者做的某个方法，它可以被它的访问范围。protected 的 internal 呢，它是在同一程序集或者 Python 内中被访问，所以说这个也是就是跟前面这个 protected 的，就是有点类似的，是加了 internal 的话，它是在程序集之间，程序集的话，你就可以理解为一个一个的应用，或者是库，这样的范围之内。行，我们可以看看简单的这个，这样的话，它就是同样的前面这个 Person 的这个 class 啊，Person 这个 class，它现在把这个 age 变成这个 private 的了，那你就不可以在外面直接修改这一个人的年龄，对吧？那如果说这一个人的年龄，这名字还是可以直接被修改的，这，所以说名字和年龄，你就不可以被这个年龄就可以，不可以被外部直接修改，你可以用自己的，可以调这个，如果你把它改成 private，你可能让外部修改的时候你要做一些检查或者是什么，然后，这个参数传进来，对吧？传进来，然后你要甚至要做一些检查，比如说范围检查，比如说人不可能超过200岁，对不对？这个。你外部修改的时候你把这个年龄传一个200过来，那也改动了，那就没有意义，对不对？就是可以做一些 check，检查，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个公用的，你要是把它变成私有的话，你就得提供一些公用的接口让它访问，否则的话它永远不能被访问，或者只能被这个内部的这些变量这些函数给它赋值，
这就是面向对象的这些基本的这个概念啊，它有这个封装的概念，就是防止外部代码直接修改一些变量，啊，或者直接调用一些方法，嗯，这个我们现在详细讲一下这个类的继承。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 protected 的方法或者类，它有可以被继承的类来访问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样式啊。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类的继承是怎么写的。这个 parent class，然后我们是用冒号，因为不同的这个语言实现里面，类的继承写法是不一样的。那像 Java 里面它是用 implement，或者是直接是 extend 这样的一些关键字，在这个 C sharp 里面，C sharp 里面它用的是冒号，用的是冒号，这是父类，这是子类。这里如果是继承的话。继承的话，因为我们相当于子类可以直接使用父类里面的一些，公开的，protected 的方法和变量，对吧？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就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具体的我们到时候可以看一些例子，可以看一些例子。这里边，还可以修改，这个叫 override。我们刚才讲了，它是可以使用，对不对？使用也可以修改一些这个方法，叫 overload。我们父类有这个 sum method，有这个方法，但是子类的话，它这个因为实现方式方法它不一样了，那我们把这个父类的方法给覆盖掉，我们可以重写这样的一些方法，这样在用这个子类实例化的时候呢，就是子类六的时候，它调同样的方法的时候，它就不再调父类的方法，调子类的方法。这也就是继承的一些含义。这个 C sharp 呢，它是不支持多重继承，就是这里继承的话，我们只能写一个类，只能写一个类。但是一个 parent class 它可以有多个 child class，那你写在不同的文件里面就可以，对吧？写在不同的文件，这是就是说它，但是它不可以，就是一个类不可以从多个类继承。但是有些语言的话，像 Python。它是支持多继承的，它就一个一个类，它可以从多个父类继承过来。有时候那样会有些，有时候会比较混乱。多态呢，这个叫方法重载，方法重载啊，就是子类的这个里边的方法，那类的里面方，比如说这个 add 方法，这个按道理一般的方法它是不可重名的，不可重名的，就是这个重名的条件呢。重名的条件呢，就是它们这里边的参数、个数啊，或者类型啊，不太一样，或者返回值啊，这里面至少有一项是不一样的，它们就可以重名。如果这个方法里面的这个参数也一样，名字也一样，那就没法区分了。那是调哪一个呢？对吧？调哪一个呢？就不知道了。就是如果是它方法类型不一样的话，那我们在调用的时候，我们根据传递的参数，它是什么类型去匹配。去匹配这个，去具体去调哪一个方法，这就是它的这个方法重载，方法重载的含义。那如果我们这里调这个，定义这么一个计算类，它有两个加的方法，一个是就是整数相加，一个是这个双精度复变数相加，双精度复变数相加。然后我们去六它的时候，你调它加传两个整数，它就是调第一个方法，对吧？传这个复变数的话，调第二个方法。然后方法的覆盖的话，如果说我们这个，这个类对吧？这是 animal，我们讲的一般的这个父类，它是一个就是大的分类。分类的话，就是像这个动物类，对不对？animal 类，你有狗啊、猫啊什么什么之类，它是从这个动物类继承，它继承它的一个有就会有这个父类的一些基本方法。但是你把这个基本方法给覆盖以后。你去调这个，你去调 animal 的这个 it，它就会，就调父类的，对吧？如果你留的是 animal，但是你留的是 dog 的话，它把它覆盖以后，它不会调父类的这个方法。但如果你这里没有覆盖，它还是可以去调父类的方法的，它也可以变异的过。我们把这个，这样的话，其实你即使因为这个父类的方法已经被覆盖，所以说在这里。像这两个方法都很好理解，这是调 animal 的 it 方法，这是调 dog 的 it 方法，对吧？调它子类的这个 it 方法，
就像这样一种最大初始化方法的时候，初始化方法的时候，它是被覆盖的，所以这个它还是调这个多个的这个 if 方法，调这个指令的这个，调指令的这个方法。这个其实就是说明了这一点，就是它这个一旦被重写的话，除非你只要是用它六的话，就会调它的方法。然后这个抽象类，就是我们讲，就是这里面啊，就是说越来越有点复杂。抽象类呢，就是说，里边，会有一些这个非抽象的、抽象或者非抽象的方法。然后呢，就是一旦把一个类定义成这个抽象类以后，它就没法这个去溜了，它就没法去溜了，因为这样的这个类，它里面有些方法其实就都没有实现。没有时间去溜它的话，然后去调它这个对应的方法，那这个就会报错啊，对不对？就会报错，所以说就必须在子类实现了这个方法以后，这个抽象方法，比如说这个 Elmo 它有个抽象方法，刚才我们讲是这个 make sort 的这个方法，它没有具体的实现，所以说这里这个 Elmo 这个类是抽象的，然后等我们这个实现的时候，我们把这个 make sort 给它覆盖了，用 override 这个方法，同样的这个名称，同样的这个参数，同样的返回值啊，这才叫覆盖，否则的话，它编译就会出错，编译就会出错。这个你把它覆盖了以后，你就再去调它的方法的话，这个多个这个类它才能实例化，才能去溜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慢慢的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这个，然后这个下面呢，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接口的含义。接口的含义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叫 interface。这里面为什么有时候会有接口这个东西？我们类的现实中的世界，现实中的世界就是这么一个，比如说按这个类的来这个分层次的，分层最上层类可能就是什么？就是事物啊，或者什么这个世界啊，或者什么世界下面又分很多，比如说物理的世界和人类的世界，对吧？就是类似于这样一层层分下来，分下来，在计算机里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就是类它的基础呢是叫 object 的，就叫对象，就是叫这一个 object 的。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接口呢？接口呢，它这个就是说，我们用于定一些抽象的方法和属性结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没有具体的这个类的实现，就是我们需要具体实现这些方法，就是只是定义接口。接口的这个有时候讲起来是比较简单，我们做一个这个，就是前端后台分离的这个系统，我们是不是要定一个接口啊？因为这个如果这两边独立开发的话，那我们就是定义这个接口里面只有一些方法，那对于这个后台而言，我们要实现这些方法，对不对？实现哪些方法？它这个方法的名字是什么？参数是什么？对吧？然后前端的话，那我们知道啊，就是你去调后台可以调哪些方法，它的名称是什么？参数是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定义了这个前端后台之间的这个接口，我们就可以分别独立去实现，那这个。但这个那个接口呢，那个概念呢，它从意义上呢有一些类似，但是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就是说有这个接口呢，还有一种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去访问数据库，数据库大家都知道，数据库可能会有多种类型的数据库，就是我们程序想把这个数据存到数据库里面，那这个，我们怎么可以就是做一个应用程序可以使用各种数据库呢？那我们就为每个数据库定一个接口，定一个接口，这个就读写数据库的接口。然后，程序里面呢，就是它是基于这个，就是接口去实现的话，那以后我们可以给它配置，进行一些配置，就是说这个你现在使用哪种数据库，那你就把哪种数据库的配置写好，那就可以去。但这样讲，可能对大家来讲还是有些这个比较困难啊。然后我们具体的看一看这个接口的这个，它在这个上面是如何定义或者适用的。这里是一个
就是叫形状接口。形状接口呢，就是不同的形状都会有一个取面积，就是计算面积的这个方法。这个 interface，所以说它不涉及到，就因为你这个就是对形状接口的话，它你只知道它有一个计算面积的这个方法，但是你而且返回一个这个 double 值，你没法具体的，就是编程，如果你不知道形状的话。所以这个形状它只能在这个形状这个类里边，比如说你定一个 circle，它的 ishape，它应该，它如果是从这个要实现 ishape 的接口的话，它必须这个在这里面写一个方法叫 get error。这个接口其实就是，如果从接口这个实我们叫实现了，那个 Java 里面写法不一样，这个 C sharp 里面的写法的话都是用冒号，其实就跟继承是一样的意思，继承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这个。就是写了以后呢，就是你必须有一个这个方法。你如果说没有这个方法的话，你在这里实现这个接口，它会报错的，就是编译不过，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然后这个比如说长方形，它也实现这个接口，它也有自己的求面积的方法。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接口去定义类，就是去初始化类。就初始化类的话，那我们可以调它接口里面有的方法。这里面没有这个具体写啊，这个我们可以用 ishape 去定一个类，然后你去溜的时候，溜完了以后可以调它这个 get error 方法，就接口里面有的方法，就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到时候这个可能细节的代码的话，后面会有很多参照的。这个东西，就是后面这个慢慢讲就更复杂。它这个泛型的话，这个是就是定义类型参数。这个类型参数呢，我们这个实际的过程中呢，其实也用过啊。因为大家单单讲的话，如果是掌握前面的这样一些这个一些基本的这个计算，基本的这个类的这个含义，那基本上我们的代码一般。也都可以看得明白了，看得明白了。然后，为什么会用这些泛型呢？有时候就是让程序能够更高效、更安全，就是写出更抽象的这种重复的代码。所以说，这个一般来讲的泛型的话，就是指一些比较高级的这种应用，比较复杂的，比如说做通讯呐，做一些这个复杂的系统时候才用。一般的我们做一般的应用的话，就是数据管理啊，信息系统的管理，可能用不到这些东西。在涉及到通讯呢，或者是比较更复杂的一些应用系统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泛型。泛型这个最主要的标志就是这种有间括号。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在定义这个类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就是里面作为参数，它的类型是不确定的。到时候你在初始化的时候呢，你把这个类型，具体的给它，这里是一个做一个这个 data 的类的话，我们知道 data 的话是什么含义呢？就是在复杂数据类型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类型，就是像有数组啊，数组我们前面已经学过比较简单的，还有这个列表叫 list。list 的话，这是在数组的基础上，它可以长度不限，因为数组的话，一般是有一维、二维、三维或者是更多的维度，但是呢，它每个维度的长度呢，一般的原则上是固定的，就是这个列表呢，它只有一个维度，一维的，但是它的长度是不固定，那操作方法呢，跟这个数组的操作方法是差不多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类似的这种操作，像队列啊、集合啊、这个 datetime 呢，这样的就是，我们如果说学过这个复杂的这种数据结构，那就知道，就不每一种语言都能实现这样的一些，就是说复杂的数据结构啊。这里他举一个 datetime 的这个例子，datetime 的例子的话，它有就是先进先出嘛，对吧？先进先出，后进后出。这样的一个类型，然后它其实也是一个类似的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列表，对吧？然后这个 push 呢，就是把这个 data 放到 data 里面，你 push 这个 pop 从 data 里面拿出来，
拿出来，所以说它要实现这样一些基本的方法。但是这个 data 里面保存的是什么样的数据类型的？是某个类啊，或者是某个变量类型啊，简单的变量类型的话，都可以，都可以。所以说这里这样做，为了让这个做的 data 更具有更广泛的这个适应性，那我们这个就用泛型去定义这样的一个 data。这样的话，在初始化的时候呢，在初始化的时候，你就可以，就是说，指定这个不同的这个 data 里面保存的数据对象的类型，就是这么一个东西。行，我们这期先讲到这里，期待下一次这个那个见面。